海上乐园。那怎么做？我们会做一个设计一些谜题，也会做十个谜题，只要让大家找到书，只要他们找到书了，那他们就可以去，他们要去找志工妈妈给他们看，只要是对的书，我们就会给他一个精美选精美选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阅读。张志光阿姨，请问你觉得我们这一次我们做这个列书游戏，你对于这个列书游戏的感想是什么？我昨天下午值班的时候看到小朋友是很热络，不管是中低年级还是高年级，他们下课时间都很兴奋的来图书室，就是来看还有哪几题还没有破题，然后也很认真去那个书柜那边找书来问我是不是这个答案的。对。那你请问觉得这个游戏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？我觉得是激发他们一个兴趣，因为借由借由这个活动，他们会更愿意进来，就是对，不管是阅读还是相关书籍都有点帮助。那你喜不喜欢这个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小朋友都还蛮有共鸣的，就是都还蛮愿意参与的，即使问题很难，他们还是会很热络的过来的。谢谢。谢谢。